看新兵，品新兵，请看《新兵进行曲》。对，麦你好厉害哦！他几乎都答对，他翻到九万，我给他弹耳朵，弹耳朵而已。你觉得弹耳朵加拿那个电疗器电脸？我要这个，你要这个。双排长怎么可能会叫女生被电呢？然后爸爸说：“你家别别做这种事情。”来台湾多久了？十一年了。你十一年，十一年来了九年。没有人要知道你来几年。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问我？问你。对啊。应该很普通的台湾女生嘛。喂。她是从外国来的。我是新加坡人呢。对啊。是哦。你的隔壁。我是马来西亚的。对对对。I don't care。我们今天的鸡梨健康好像跟食物是有关系。哎呀。讲起来就饿。之前我们的确是有烤过外国的食物，是。但今天烤的食物是什么呢？我也不晓得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今天的记忆大考验，到底被烤什么 ？Yes。记忆翻牌大 PK， 每次各翻两张，翻出相同人物或对应事件，看哪队在最短时间内翻出所有的案即是赢家，有机会翻出万元奖金哦。宫廷美食大集合，多样化多口味的甜点美食，你认得几个嘞？爱吃的你请快点跟过来，成功配对字卡，品尝诸多美食哦。通过您记忆大考验，现在马上接上两队三胜队友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昊，美丽的林丽菲，以及可爱的林道远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的统统，可爱的麻衣，以及长不高的爱晨。哦，今天的记忆大考验真的跟吃是有关系的，是的，好不好？要考的就是宫廷甜点记忆翻翻卡。可以吗？有什么？比方说那种千层糕，请我们的统统队进去准备翻牌。统统队，请翻牌。糖葫芦。什么鬼？五秒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完了啦！我完全没有看到哎。好，确实翻好。哦哦。我只记得好 ，OK。有一点难。完了，我只记得一个。来，统统队请出来。好难，好难。我超不熟，我只记得一个。而且呢，它的这个样式好像都是属于圆正方形。而且它的名字有一点，有时候会。因为其实宫廷式的甜点都是小小的一些，很精致的，好入口，漂亮，好入口，漂亮，一口吃，很有视觉观。加油，元昊，请准备。好，来你。这是蛋卷，雪花糕，应该是胡椒饼，会不会是胡椒饼呢？哦，雪花糕，这么厉害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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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凤梨酥，快点快点！橡皮糕，橡皮糕，橡皮糖葫芦，哦，糖葫芦，糖葫芦，答对，雪花糕。现在马上点起，正确。右上角，右上角，豌豆黄，黄色的，右上角，哎，对，答对。啊，桂花燕菜，燕菜，桂花什么？桂花好像在这里。桂花，桂花豆，对，荷花酥，荷花酥，加油！荷花酥，荷花酥，荷花酥是荷花酥是这个，错，不是，应该是胡椒饼，胡椒饼，胡椒饼。来什么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错，芝麻糕，它的图案很像一个东西哈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错，错，错。枣配跟枸杞。红枣配枸杞，酒酿汤圆在这里，爱情酿的酒啊，答对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嘛？那个是莲花什么？哦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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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？右边哪？错！哎呀，莲花，快快快快！完了，完全没
金丝恋饼，手上面，手上金丝恋饼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，金丝猫吃的吗？荷花酥，荷花酥是这个，答对了。胡椒饼，错，鼻膏，那个橡皮膏，不是，是那个三星木饼。那就代表他有缘呐、啊，所以丽飞，你就行行好，帮帮忙，让。金丝猫吃的吗？荷花酥，荷花酥是这个，答对了。胡椒饼，错。鼻膏，那个橡皮膏，不是，是那个三星木饼。答对，橡皮膏，心太软，不是心太软，心太软是上海菜，这个金丝恋饼，答对，胡椒饼，哎呦，哇，不是个人吗？太多了，是林俊杰。感觉上呢，他们这对跟时间自己上有点拉锯。哎呀，因为我都翻错。各位，元浩队用掉的时间是1分49秒钟。爱窝窝，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据说明朝有位皇帝特爱这个点心，想吃时就传口谕，欲爱窝窝。传到民间之后，老百姓不敢说“欲”这个字，而改成“爱窝窝”。爱窝窝，哦耶！哦，接下来就要看看我们统统队的表现了。现在攻守交换，耶！欢迎到记忆大考验第一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。平甜点记忆连连看，蚂蚁不要急。其实好很多，你们想想都看过，应该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嗯，请我们的元浩队准备进去翻牌。Let's go！ 哎呦，记好了，好，记好了，不要急哦。好吃的东西一讲了都很想吃哈。对啊，元浩队请翻牌。哇，哇，好好吃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好好吃哦！好嘞，真想吃，来，请出来。统统队，请准备 ，Ready？ 没打滚，我一打滚，你打滚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还知道吗？艾辰一定不知道的啦，哎呦，对，艾辰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哎呦，哇，是麻糊，答对，艾辰，艾辰，驴打滚，答对，驴打滚，错了，错了，驴打滚，我知道在哪，你说什么？密麻花，那什么？密麻花，那个叫什么？密麻花吗？密麻花，上面，要不要那个？要不要密麻花？对，上面，对，上面，过来，过来，哎，有，一个选择，对，内行。答对，龟苓膏。龟苓膏，不是龟苓膏啊，不是龟苓膏啊，什么东西啊？耳朵眼。对，答对。哇，还有一个，龟。答对，桂花凉糕。哎呦，你太厉害了，蚂蚁。蚂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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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啦！右边，窝窝头，上面，窝窝头，对，错，窝窝头是什么？我怎么样的？哇，刚刚有上课，你都没有仔细听。白糖糕，白的，答对，白糖糕就是白糖的，上面，窝窝头，还有一颗，一颗就是头嘛。蚂蚁好厉害，你打滚，这边，快，刘导演答对。各位，厉害！我真的不敢相信，统统队大部分的分数居然是从一个日本来的女孩子，在台湾打拼了11年。蚂蚁你好厉害哦！他几乎都答对，他其实是乱蒙的。各位，统统队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39秒，比元浩队快很多。各位。一回合，大家不相上下，对于食物都蛮不错的，非常的敏锐。接下来会如何呢？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卡通人物拉。
来当家，大朋友小朋友最爱的卡通人物你认得几个嘞？请用最快速度帮忙配对，胜负就看这回合，大家加油咯。欢迎回到记忆大考验第二回合，各位，第二回合我们要考的是什么呢？什么了？我们要考的是童年最爱卡通伙伴，记忆连连看，呀呼！我好喜欢这一项。我想问一下，新加坡跟台湾的卡通人物是一样吗？我们有蓝色小精灵，蓝色小精灵，有，我们也有，有假不妙。有 Care Bear， Care Bear 是一只熊那个，然后这边很多星星，有星星，对对对 对， 对，然后有 Super Friends， Super Friends 就是有 Super Friends， 有 Wonder Woman， 还有 Superman， He Man， 超人，对，他们超人系列，对，他们叫做 Super Friends， 神力女超人，对对对对，太空超人，没错，超人，对他们家族这么新吗？我们今天的题目。啊，对，我超怕台湾的有什么？这些呢都是你们童年有记忆的卡通，好不好？有些呢是现在正在播映的，有些是他以前有播，现在并没有了。会有什么呢？有些是在你记忆深处，请把它唤醒回来吧。来，请我们的统统队准备继续翻牌。统统队，请翻牌。吉马努库酱，够够够够够！等一下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哎呦，都没有看好。哎，可不可以再来一次？怎么可能？太快了！我刚以为是对名字。卡哇伊呢？我刚也以为是对名字。好，然后元昊队，请准备 ，Ready。哦，一摸到刘春峰答对。那个是什么啊？头文字 D 吗？是打篮球。七龙珠，七龙珠达尔。小丸子爷爷，小丸子爷爷。一休和尚的那个，应该是一休和尚吧？小王子，小王子，小王子。我喜羊羊，喜羊羊，喜羊羊，我不知道。花吗？喜羊羊，哎，喜羊羊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大力水手，大力水手，下面的下面上面上面对下面下面啊！恐怕被闹一围。哎，吉米吉米，看下面，顽皮猫，注意注意，多多了，下面下面，对，哎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皮猫，高飞狗，先翻先翻，高飞狗，好了，喜羊羊在这里，喜羊羊是大高飞狗唐老鸭吗？喜羊羊答对。这是什么？错错错！蝙蝠侠，快快快！上面对对对，快点啦！快点快点！面包超人跟细菌超人，答对！卡通儿童哎，对，电视儿童。现在很多小朋友看的是一定在我们电视机前面看得很开心，他们崇拜的人物都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在这边呢，先向全观众朋友报告一下，元昊队在这一回合用掉的时间是1分05秒 ，OK。大家大概看一下，我们那个年代非常崇拜的有没有？樱木花道、酷如、流川枫、帅，比如说像唐老鸭跟高飞狗，也是到我们这个年纪的每个人也都晓得的。是的，唐老鸭我会。你要你摸，你要什么？我应该晃一下。你会面包超人？来喽！唐老鸭，唐老鸭，唐老鸭。林道远，你不当唐老鸭太可惜了。对呀。这些呢都是呢以前呢很多我们都很喜欢的卡通人物，对不对？或许在未来还会有更多新的卡通人物推出。没错，卡通啊都是陪伴我们童年，是具有教育意义的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元昊队的成绩非常的不错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攻守交换。第一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。童年最爱卡通伙伴记忆连连看，刚才已经看到已经很久没看到的朋友啦，好不好？还有很多经典的没出现，是的，是的，好不好？就靠你们这一队，是靠我们，没问题，加油加油！请我们的元昊队准备进去翻牌，来来来，我来看看有什么啊，来，哇，什么呢？元昊队请翻牌，哇，神奈美来了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效率，这一题是欧美的哈，刚刚是日本，这是欧美。统统队
请准备 ready 来来加油 go 史努比官服大战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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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战他们高度是一样的，要记住刚刚那个下面是什么？刚刚那个下面是什么？会烂吗？刚刚还有熊妈妈吗？对，不烂真的。这是谁啊？不烂黑杰克。他跟皮卡丘是。皮卡丘的，皮卡丘。白雪公主。小矮人。哎，这是狮子王，狮子王右下。对对，辛巴。狮子王辛巴跟刀疤。这个是什么？皮诺克。那个是。皮诺克是谁呢？这是小智，小智，皮卡丘。爱成林卖过乱啦啦，赶快帮忙彤彤找上。乱马，熊妈妈，乱马，不练，不练，乱马，这是谁啊？不练，黑杰克，他跟皮卡丘是。皮卡丘呢？皮卡丘。白雪公主，小矮人。哎，这是狮子王，狮子王，殿下，对对，辛巴。狮子王辛巴跟刀疤，这个是什么？皮诺克，那个是不行，那个是谁？皮诺克是谁呢？这是小智，小智，小智是林志颖吗？错，哦错，不是那是狗哎，那个不能，这是一零一中狗，一零一中狗，皮诺克跟怪异黑杰克没错，右上角，右上角，右上角，右右右，库伊拉，库伊拉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，错，右上角，右上角，右上角，最上面的，库伊拉。一零一中狗答对，皮卡丘，左左左，小智答对，动感超人，蜡笔小新答对，答对啊，答对，对啦对啦对啦，哎对耶哈，对啊 ，Mickey Mickey， 米老鼠，布鲁托，金田一，七濑美雪，没有，你怎么了？刚刚我是翻到蜡笔小新是这个，你刚才该不会是翻一翻突然想去睡了吧？不是不是，都是谁？我发觉爱城应该都是加盟的哦。没有，不要这样讲，你不要这样。他是金田一，然后他是七濑美雪。哦，这我比较不知道。各位，统统队也不错，他的成绩是1分28秒。哇塞！今天我们好厉害啊！幸亏我们是一队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呢，厉害。彤彤好像很了解哈，嗯，我这些都还蛮熟悉的。对你好会哦 ，Simba 跟他的那个坏叔叔吗？刀疤，坏叔叔很厉害。刀疤，然后乱麻跟他的那个是爸爸吗？他爸爸会，他淋到水会变成，他们碰到水就会变成另外一个，对，变女生变熊猫。然后一零一中国那是巫婆嘛，他想要杀他们，做他们的皮衣，做他这件皮草。哎呦，然后是动感超人哦，然后有这个。到没有，所以呢，统统队的分数呢，成绩非常的好。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统统队用掉时间是3分07秒，元昊队用掉的时间是2分54秒。我们不是一直领先的吗？对呀，我们后面领先你们蛮多。你在做梦吗？后面其实领先蛮多的。对了，我们后面比较快，1分05秒。意外的输掉，哎，我以为你应该还没睡醒哦。对呀，你一直睡醒。好，是的，今天的记忆大考验就是我们的元昊队获胜，马上进入奖金观众看后页。颁奖金喽！面板上有20张卡，只有9张数字，依照个十百千万顺序翻出奖金数目，最高奖金达10万元，各位加油吧！欢迎来到记忆大考验之奖金观众看。是的，各位。奖金棒棒哥在这边呢，已经玩了很多次了。元昊是常胜军，没错。我们在这边呢，数字最小零到最大9，翻出来什么号码，我们就给多少钱。元昊几千块都拿到变富翁了。个十百千万，我们从最小的个位数字开始。元昊队，请问谁来翻数字？我翻最小的啦。上次也是我翻。都是得克大塞。翻全部吗？喂，你来乱的吗？一个一个。哎呦，零。你不酝酿。
放一下。林丽飞翻出来第一个个位数字是零，目前累计的奖金还是零，马上来到十位数。平常很少十位数又出来翻了。为什么不让？给管你今天。99999999 90块，90块，快死了！快点先翻一个啦 ，OK 啦，随便啦，我们。Yes， 40块，目前累积的奖金40块钱，还不错。马上紧接着来一张百位数字，百位，九，还能呢？什么东西？九。零，目前只有40块哦。是的，我们马上很快来到了千位数字，元浩队，请翻数字，又是你。有一片宁静，哎呦，他在感应，他在感应，啊，你是好阿妹啦。他在看右边，啊，左边，哎呦，好，哇塞，不得了了，今天。我看到了，哦，都翻一半了，不要，然后不要。不错了，看到没有？给他拿走了98000块，我们还用混吗？哇塞，不相信！各位，精彩的时候到了，是否他们翻到90000，拿走98000块钱？在这边，艾辰他告诉我，他有话要说。他翻到90000，我给他弹耳朵，弹耳朵而已。你是在比90000，你觉得？弹耳朵加拿那个电疗器电脸。哇！你出来翻数字，如果你没有翻到数字，对不对？那个贴片是两个，一个贴左脸，一个贴右脸。哎呦 ，OK 啊，好浪漫哦，好不好 ？OK 啊，喉咙闷啊，好不好？但是如果是这边的话，那就是艾辰一个人左右脸都贴。我也可以跟麻衣一个右脸，一个左脸啊。谁要跟你一起啊？好，就这么笃定了，各位，到底他是不是可以翻走98040块钱，还是8000块钱就此打住？一分一毫都是钱呐！只要翻到数字就 OK 啊！各位，元浩队，请翻牌。丽飞，一下翻个零出来，我会感激你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你翻。哎呦 ，OK 吗？那你？哎呀，我其实没看到。让他决定。我今天靠你了。呀！这是零，这么多。是的，各位，我们所有的号码在这边已经开出来了。今天的奖金封梗，恭喜元浩队得到8040块钱。不要，不要了，你还是要啊？各位。你们不要吵好不好？今天林丽飞来上节目，穿得漂漂亮亮的。对，元浩身为队长，如果叫林丽飞垫，我们大师会于心不忍，会不会？看不惯，心舍不得。会不会？观众会转台，他们会担心呢。不行，元浩，你爸爸说话了。他的爸爸说：“英将别做这种事情。”我的儿子是英雄呢。哦，对，他双排场怎么可能会叫女生被垫呢？阿别恋爱垫，恋爱垫，恋爱镜头的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想不想看孙排长被垫做 ending 啊？你看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元浩的爸爸说，不能让女生被垫。你是嘞？来。按这个，我们不可以作弊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按一边，我帮你按一边，我应该不会被电吧？对啊，来，不会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。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，请收看我们的《新兵进行曲》。